另外，为着要来防止着毒品含混，危害着国家未来的主人翁，江阴市政府卫生局持续和国立中正大学共同合作，举办着紫锥花结婚欢度盛典演活动。在此后活动出发进行，江阴市长涂新泰亲自为参与活动的欢度小奖品来授旗，鼓励这些囡仔爱爱护家己的身体，勇敢来拒绝混合毒。江阴市长涂新泰亲自授旗予学员代表，警察着大家做伙画出拒绝毒品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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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口号，散布为期两天一暝的紫锥花结婚欢度盛典营正式起跑。市长涂新泰特别期勉学童爱珍惜家己，做家己身体的主人，千万唔通因为好奇来试食混合毒品，同时嘛爱靠抗身躯边的人坚定拒绝混合毒品，以健康结婚欢度的行动来爱护家己和厝内的人。我们希望我们这些国小国中的小朋友们，在中正大学的这个小辅导员辅导之下，这两天能够学习到各种我们毒品所产生的危害，包括香烟、吸烟所产生的危害，然后呢，产生一种力量，让他自己能够拒绝毒品、拒绝烟害。那我们希望说，他们两天一夜中能够不但非常快乐交到朋友，还要产生信心，未来能够到学校里面、学校外面去帮我们宣传，做我们的反毒的小尖兵。每当伫咧暑假期间，嘉义市政府会邀请到就读国小五年级到国中三年级四十名的学童来参加着反毒盛典营的活动，透过户外团体生活的方式，提供丰富的结婚反毒知性之旅，同时设计动脑、动手、动身体的活动，传染小朋友参访中正大厦防治药物滥用教育中心、运动故事馆、独木舟操作体验和团康的舞蹈，透过婚害和药物滥用防治的阵地，让大家都成为推动着结婚反毒的小经济。最新新闻，中央网王小三加二七彩虹报道。